家看到，今天我是挺努力的，带伤上阵。因为其实昨天跟我的队友打架了，但是伤痕有点盖不住。但是今天又要拍摄，真的来了。但是还好我一直够坚定，所以拍出来的东西还行。希望没有受到这个伤况的影响。加油！2 hours later.